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小米平板6包括 Pro 版本又迎来全新的一个曝光，而这一个曝光居然是它的一个发布时间。根据爆料呢，这一个系列有望在下个月的一个 MWC 上面的一个世界移动通讯展会上面的正式亮相，而这一次呢，会随着自己的一个大哥小米13超大杯一同亮相，这一点呢是比较关键的。毕竟呢，这一个展会非常久没有开了，现在开呢，也确实引发了非常多关注，包括很多手机厂商来参加。目前小米这边呢，除了这一款全新的一个平板之外，还会有非常多的一个设备一同亮相。当然呢，这个平板电脑也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，毕竟呢，目前它的一个配置分布包括主打的一个方向非常有意思。首先就是标准普通的一个版本的小米平板6搭载依旧是一个高通870，但是 Pro 版本呢会拥有一块 2.8K 的一个巨大屏幕，甚至呢尺寸达到了 12.4 英寸，非常恐怖。